的词怎么，我的歌怎么唱的？花四百剪了一个250的头，要疯了都。曝光他，景龙。大家好，我是景龙，自己的料自己爆，请关注全民 K 歌校园新歌声和还在追星的抱抱。我准备借今天这个机会，来给你展示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自我介绍。这是我的正面，这是我侧面，这是我后脑勺。我最喜欢的颜色是深橙色，请记住。最喜欢的人是龙警察们。抱抱在2022年买了一些书，想分享给景龙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。好，如何保持好身材又能比猪吃的多？这是书吗？这不猪饲料吗？那就多吃点发酵的食品吧。要发酵，你就容易一天拉四五次，因为发酵的东西会促进你的肠胃蠕动。对，窜，什么叫窜？什么办法熬夜却不伤身？我要知道的话，我天天还吃营养片、钙片啥的。真的吗？我在吃啊，我是维生素 D、维生素 C， 还有钙、护肝的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不想上班又有钱该怎么办？躺着睡觉、做梦啥都有。我最感兴趣这个，不想上班又有钱。那景龙在学生时代第一个音乐偶像是谁啊？张杰。喜欢了多久？从小喜欢到现在。杰哥的高音和那个自己有模仿过吗？风烟起寻爱似浪淘沙，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，挥剑断天涯，相思几方下，梦见我只是牵挂。高质量追星，景龙追星是怎么样的？小时候就是入过一些群，星星的群。人生当中第一张买的正版的专辑就是张杰的，最接近天堂的地方。我喜欢的是张杰这个人的才华，他会让我就是一辈子会喜欢的那种感觉。你印象中龙警察是怎么追你的呢？龙警察们就是损我，我都没想到怎么能创造出这个词儿，花四百块剪了一个250的头，真很牛，我觉得这个脑回路。给你有一张很大的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很缺德。我们准备了铅笔板，我一会儿再给你揭秘。好缺德呀 ！K 歌天花板都在这里，所以你去年到今年有没有去 K 过歌？去年到今年其实只去过一次 KTV。我最喜欢的一首单曲就是队长的《哪里都是你》。目前最想来两句。把你藏在心头，没这个外面音乐就是会，我会想跟着那个胡彦斌老师这个旋律走。全拿走，雪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们的狗。曾爱的贪得无厌，也要为过去的留什么玩意儿？好难啊！那我们来聊你的新歌吧。你最近听我新歌了吗？零零九呀。零零九这首歌很好听，一般人听不出来这首歌。你不是因为什么胎呀、啊？我听半天没听明白。这一胎专辑，这一胎单曲啊，胎论胎呀、啊，生出来的嘛。我天，太吓人了！你这首歌难度也不小，大家以为可能就是啊，就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国风歌曲，但实际上呢，是真有的元素在的，也是真真正正的去感受到了一些歌词的内容，比如说又被狗拐走了，两不相欠。等会儿啊，我那个要说啥呢？就是我有一首我那歌词，哎，又被拐走了。我那词怎么，我那歌怎么唱的？爱和金球一呼，你依然紧握缠你最后的注目，却被当作妖驱逐。那这个场景是不是跟《新白娘子传奇》是不是一个类型？当时我就带入这种情感去唱的这个歌。你那个昂贵的发型，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你当时给理发师下的需求是什么呀？我没跟他说话，因为上回我就碰着他了，他给我整得不好。然后上回是染头没剪头，给我染花了。染花了之后呢，我就在想，我说这个人我再也不想碰着了。这次我去剪头，他说有200多、400多的，我就在想200多肯定是他，因为他染得不好啊。结果我说480的，我当时老开心了。我天，上回他还要加我微信，我没通过。完之后这次又社死，你知道吗？
很尴尬。咋剪的呀？能剪这么邪乎？咱是闭着眼睛剪都不可能，咱都能剪齐，怎么能剪出来一个豁呢？我也没睡觉，要疯了都。所以呢，今天暴老给你准备了一个道具。假如你是 Tony 姐。今天抱抱为了晚上参加校园新歌声的总决赛，你给抱抱当场剪一个发型。行，来吧，文婷。头在哪儿啊？头脸在这儿呢。他发型是真的很好啊。你看那个老师是这么剪的。他剪的。太厚了，这个头脸。现在美女追求的都是那种。三二一，看，挺好看的。为了损我之家，都整个假发了，多损的人。2021年，我们有十大神曲，你看看能不能根据歌词提示知道是哪首歌？好，这歌听过呀，天天听啊，这两天。天都黑了，你都没来过，没来坐，戏都完了，眼都没眨过，没哭过。我害怕鬼。但鬼未伤我分毫，我不害怕人，但他把我伤得遍体鳞伤。来来，再合唱。你叉叉唱日出，情哈哈。哈利，我干跑掉了。而我的扫帚却只能清理垃圾堆。什么是快乐？请求